说中的年兽啊，狮头鬼脚，身长数十尺，那个眼睛啊像铜铃，来去如风。它咆哮起来呀、啊、会发出那种泥泞的声音，所以说它就叫年兽。哥哥哥哥，嗯，奶奶，这老故事我都听腻了，你还讲？过年嘛，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年味儿。你们二位慢慢聊，我写作业去了。
哥哥，你几个意思啊？年兽的身边总是藏着一个吉祥物，它象征着一家人的守护，它守护着家人呐，平安、和谐、理解和团结。奶奶，您说的传说都是真的，来，我给你加点年味。奶奶，谢谢您的守护，祝你新年快乐。